民署宣布由2月6号起，香港有多区共32个宠物共享公园啦、啊。今次行运啦、啊、骑啲毛记者将会分多集同大家去多区采访现场嘅情况。仲快啲行仲影喎。今日第一站去荃湾公园噶，海滨公园系吉街。荃湾公园连住海滨有一条好长嘅步行径，而家仲起紧单车径添。唯一嘅缺点就系个海有啲沉。耶！宠物共享公园。我哋已经由荃湾公园去到海滨公园啦。咁你就唔会错过下一条影片㗎啦，拜拜。